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什么？除了买到商品本身外，还能得到什么服务吗？它是经过多少程序才能抵达你的手里？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项产品的呢？而回到最初，我们人又有哪些需求，才让商品源源不绝地诞生出来呢？想了解小铜板背后的大学问，就跟着我商业与管理群小达人 Money 一起进入这个充满许多人心血跟努力的世界。或是你对于在国中学习的这几个科目很有兴趣，就代表我们很适合进入商业与管理群一起学习哦。我的梦想是想当台湾股神，然后赚大钱捐钱给台湾偏向的学童，可以读书上学。林婷过去就读彰化高商国际贸易科，高二的时候就拿到了27张证照，还获得国际竞赛的 World 2003组世界冠军。现任凌晨科技总经理的林佑任，就学期间的产学合作经验，让他能提早接受业界的实务考验，成就他的创业之路。商业与管理群包括了很多科别，有商业经营科、国际贸易科、会计事务科等。而商业概论、会计学、计算机概论、经济学，则是所有科别都必须先学习的共同专业科目。那同学呢，自己实际上呢，可以到我们的电子商务的这几个提供的网站里面，你亲身去试看看，它电子商务里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内容。计算机概论主要的内容哦，包括有电脑科技在现代生活各方面的应用哦，所以它主要内容包含有 Office 相关的软体介绍，比如说网页设计啊、影音处理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在课程里头有介绍，所以它涵盖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特定时日，它的财务状况在表示。我们会计学是商管群科必修的一个专业的课程。很多同学都以为我的数学学不好，会计也一定学不好。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我们会计是很实用而且很生活化的。譬如说我们可以为自己个人来记账，那以后也可以为家庭啊，为公司行号啊，甚至以后我们想要投资理财，会计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你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看得懂财务报表。竞赛，那我先把竞赛。上这门课之前，老师已经先预告我们会有一场财务报表的竞赛，请我们准备。看着每位队员为了争取胜利的企图心，甚至一大早来学校就问我说：“你昨天有没有读会计啊？”经过这次竞赛后，我才了解团队合作是多么的重要，也让我终于看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哦。所以不用担心，好好来学会计，它会非常的实用又有趣。我的梦想是当银行界的乡里。我们在这堂课会教导学生如何去透过线图，还有一些基本的财报分析的部分，去观察到相关一个个股的一个变化，甚至是教导他们如何去选这些类股，进而去帮自己做一些生活上面的投资理财的一个部分。投资股票这个真的很好玩，所以我都会存一些零用钱，然后去投资一些零股。有时候在家里也会跟就是家人讨论。那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可以就是接触到投资这门课，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可以拿来应用，还不错。以前就是看人家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看到人家那个换手发票或者是导零的方法就很好玩，就想要试试看。然后现在因为有这门课，所以就可以自己实际体验到，就是能像一个就完成像一个小梦想一样。然后呢，刮胡一小资购买的高补考类，所以你购买的是统计学科。有门市服务的课程，就可以教我们一些
像是结账工作、日常工作，然后跟客人的应对进退技巧也都包含在课程里面。你好，欢迎光临。我认为门市清洁服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门市对顾客来说的第一印象。而且在打扫的过程中，不仅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且要随时注意顾客的动向，所以我觉得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如果说学了这个门市服务课程，他在业界马上就可以到位，可以省去业界一些成本，而且学生会比较有自信，不用说再做一些在职训练的工作。谢谢光临，欢迎常来。选择不同的科别就读，能学习到一些特别的专业课程，包括门市服务、外语能力、记账与出纳等会计事务、多媒体制作、物流管理等商务相关课程。在技职中学习，大多数的课程都可以让我们获得专业技能，使将来的职场之路更顺利外，人生也会更精彩哦。我的梦想是要当仓储管理。如果想在职场上拥有竞争力，除了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外，考取这些证照也能替你大大加分哦。商管群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商业管理的相关的一个学习科目，让孩子能够具备基本的商业基础能力，以及我们对于未来世界工作世界企业的这些了解。哦，那基本上面你已经具备了当初级公务人员的能力，你已经有基本上文书还有相关商业处理方面的能力，你在商业类群的情况下，你会学到中小企业所有会计相关处理的流程。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商业管理常常都会跟一些产业的行销还有服务销售这些产生关联，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学生的这个服务的热忱、工作的态度。我的梦想想当一名会计师，因为我最喜欢会计。那其实商业就是一个基础，可以让我们的同学未来在工作的世界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探索不同的领域。那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成功，还有很多的领域里面发展得很好的，其实他们在高职的阶段很多都是选商管群。那如果你觉得还想要再继续升学，那也没有问题。那相关的会计、经济、还有商概、还有计算机概论，在学校这些升学的科目的情况下，学校任何一个学校的一个商业类群的学科都会规划到这样子的课程。期待很多的同学能够以此为目标，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商管的学校。如果想学习更精进的知识，享受多彩多姿的校园生活，你可以选择继续升学，朝更高的学位迈进。多元的升学方式包括了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绩优保送及甄审入学、技职繁星计划等管道，可以进入四技二专、二技以及普通大学就读，更能依照你的兴趣选择跨领域的科系就读。如果我想直接进入职场，这些地方都能成就属于你的事业。商业的世界不只是冰冷的金钱游戏，而是充满热情与人情的事业，因此我选择了商业与管理群就读。那你的梦想呢？